祖在上，保佑大江山万亩生灵。今有指点小女采得千年灵芝，以致山民百姓之饥患。尹松柏一定遵照佛祖的教化，多行善事，广结善缘，以自己微薄之力救助大香山穷苦百姓，求佛祖保佑。阿弥陀佛。野郎中，野郎中，万郎中啊，野郎中。阿弥陀佛。一郎中，什么事儿？表婶啊，我的娘亲啊，我娘舅家老太太得了疾病，这两天不省人事。我娘让我请你老去瞧瞧。爹，我去吧。哦不，还是我去。你娘这几天咳得厉害，还得你照顾她。我帮嗰个阿婆都睇过病啦。老太，我过去给她瞧过病，这次可能是旧病复发。你家里干活你多干一些，好吗？不要藐视，别让娘婶累。阿爹，我知噶啦，放心去吧。来的，等我来啊。还有这个，好吧，爹，好，来，走，我得走。爹，一路上要当心啊！哎，啊，走，啊，走，爹，小心点儿，爹。妙心，手机上有什么？娘咳血了。啊？娘得的是什么病？我看娘得的是痨病。痨病？这还得了？我去找爹发来。东山二老太命在旦夕，救人要紧，不可叫爹回来。那娘怎么办？佛祖赠的医术中有这方子。快拿我看看，缺什么药，我去找。宁哥，你甭管了，药都有，等晚上我为娘配制，你放心吧。Thank you.
在心中。表示你的一片孝心感动本佛，本佛带你超脱尘世，俯视尘寰，见这十方世界，均在劫难苦海之中，善恶并存，业障深重。本佛见你一心修行悟道，以慈悲为本，特此来辩护，望你苦心修道，以求正果，度化众生，救苦救难于尘世。另外，本佛还告以真情于你，面前这一男一女，正是妙庄国的君主和王后，他们是你的生身父，所言三公主，正是妙善。而你理性坚强，为其治疗牢疾之人，则是你的养母，也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妙善，你以发慈悲度人宏愿，以求功德无量，就该一心念佛。我想到妙庄国去见见我的圣身父母。妙善，你该继续修行佛道，每日诵经布施持戒两生死，度众生，四大皆苦。妙善，醒醒！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云哥，你来的正好，娘的药煮好了，你快给娘服下。妙善，这事要娘知道，娘一定……小声点，千万不要娘知道。孟娘养育之恩，这儿女报答不尽。有点血，要算得了什么呢？娘，妙善帮你煲咗药，连夜把药给您煎好了。娘，两餐。妙善，你夜没睡，快睡觉下啦。我没事。啊，娘，两餐，快把药喝了。妙善，妙善啊，你看我的病，你话两餐能好得翻啊？娘，您放心啦，您吃了这药，今天你嘅精神就会气爽。明儿就有了力气，后天就能下地，十天之内就全好了。只是以后不用再累着。我女儿，什么神药这么灵啊？娘，娘，有佛门保佑。女儿的药就是灵。
佛祖保佑，阿弥陀佛。我女儿拜佛虔诚，娘亲再托你一福啦。娘，昨晚孩儿见到佛祖了，真的。虽然说在梦里，但我相信是佛祖前来点化我。阿弥陀佛，我女儿佛缘不浅呐，能见佛祖，这真是你个造化。娘亲，妙善，有什么话就对娘亲讲啊？孩儿想问一件事，一边昨夜梦中所见真伪。什么事啊？娘，我是不是当朝妙庄王的三公主？娘是不是在我大难临头之际，舍身将我救到尹家村的？娘，是不是？妙善，你的名字是你的生父妙庄王在与你离别的时候起的。在这以前，娘没有透露过你的身世，一来是怕你年幼不懂事，二来也怕人多嘴杂，走了风声，惹来杀身之祸。现既然佛祖点明了你的身世，想必到了告诉你的时候。我是作为侍娘随你的生母嫁到王宫里的，大王和王后相亲相爱，大王仁慈，王后贤惠，深受满朝百官和全国百姓的爱戴，美中不足，命中缺子。王侯生了你的两个姐姐，第三胎又怀上了。当时啊，王侯每日祈祷，期盼能生个太子以继王位。就这样，盼啊盼啊，盼了18个月了，仍不分娩。当时宫中下人和御医都说，肯定是个吉祥的贵人下世。终于，有一天，王后在御花园上香时临盆了。当时，天空出现了一朵五彩云，海畔有阵阵佛乐。那云朝宫中飘来，慢慢的向宫中落下。这时候，大家都议论纷纷，都说这云是神仙为皇后送子来了。哪知道一眨眼的功夫，天昏地暗，雷雨交加，彩云变成了乌云。当时我正在王后身边，只听屋外有人讲，好像有个魔云掉进了内宫。当朝
经相货语和军事情报，禁锢废除三公主是有意降生，他们误以为妖，是想借机贬损王后，然后把霍家小姐嫁至宫中取代王后。老太后听信了他们的谗言，下令让大王把你扔到大海里去。我看到你可爱的样子，怎么也不相信你是妖怪。我见大王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是不忍心杀害你，便求大王让我把你抱回你家偶院抚养，以待日后与你父母又相逢的一天。现在全国的百姓都以为你被大王派的御将罗宾扔进大海杀害了，这件事除了你爹，我和谁也没有提起过。娘，娘，爹娘十七年的救命养育之恩，让山有神王无以相报，唯苦听从佛祖点化，苦心修行，救世行善，为天下苦命黎民和百姓造福。快起来，就是不知道你何时有愿与你的父母相见呢？宁可还不快拜见三公主。娘，娘，今后家里人不要把我视为王家公主，既然你要把我抱进山里，我就是山里人尹家女儿，请大爷。哎呀，孩子，娘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呀？哎呀，丞相，何必这么大动肝火呢？庙中老儿岂敢目中无我？这让老夫的面子往哪儿搁？啊，爹，这口气怎么那么严呢？文正，你这不争气的东西！那日进宫，我是如何教导你的？你连这规矩都不懂，让满朝的文武耻笑你！没选上驸马，活该！当驸马还没我现在舒服。又不是我要当驸马的，是你让我当的。你想当太上皇，谁活该呀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再说。哎，丞相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。丞相，如果公子当了驸马，立为王储，还不照旧为庙庄执掌江山？丞相，何不？庙庄虽然无子，但大驸马乃武状元，二驸马是文状元，这一文一武，岂能熟视无睹？老夫对付他们，未必好似对付庙庄那样容易。哎呀，丞相，丞相真系多虑。老大雄是有勇无谋，而且骄横无礼，大王并不喜欢他，时至今日只不过给了他一个虚职，他也只好在府内陪着公主饮酒寻欢，此人这个人根本就不用放在眼里。哎，那孔孟，一个孔孟，一个文弱书生，就算他立了王储，继了王位，对付他对付他一样是那么容易。再者，丞相你放心，
两位公主的表现都不般示弱，你就等着看吧。两个驸马之间肯定有好戏看，肯定绝不会一文一武一挑衅啊！大驸马，大雄，大雄继王位之心恐怕更重。你到多王那儿走走，加点火。那孔蒙想必定会立为王储，老夫要与他多接触接触，把他握在我的手心儿。手松，真系高不见啊！丞相，您耳燕窝汤给您熬好了。去，端一碗给齐军师，让他尝尝。这汤只有贵娘熬，我才能喝，是吧？你喝吧，饮啦。改日再品尝贵娘的手艺，下马告辞了。你可真的没良心啊！早把老娘往一边儿。我是怕老东西看见。他呀，新纳了个徐美人，正在日虎头上，不会找我。那霍天宝呢？早就去逛庙会去了。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，请个新驸马，自个儿没当上。倒有心思去凑热闹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他凑他的热闹，你不如正好陪我。对对对，走走。少爷，这有个妞，挺漂亮的，挺水灵的，来，过来看看，看看。好，好，走开，走开，去去去去去去，走走走，蘑菇的，哎呀，还真他妈是个美人啊，眉如柳叶，嘴若樱桃，又白又嫩，看了还真怪喜欢的。嗯，这妞多水灵啊！喂，你这臭老婆子，是她什么人呢？哦，非亲非故。嗯，带回去。啊，哎，走啊！走，不能放走啊！我说的走啊！去去去去，旁边去。走。哎，霍宇这老东西。他真是个丢脸，我看他是不识货。哎，说出大天，我不就是个管家婆吗？你有心，你肯娶我？你呀，好好的，我看着霍家。哎，哇，唔系真系有嗰日。哎，说不定有一天呢，我还真娶你。口蜜腹剑。背后骂人家老东西，当面呢还不是把他奉承的像狗似的，对我还不是这一套，把我安在霍府里，
谁知道你个什么心啊？好你个齐军师啊！啊，公子，公子，我好。今天本公子给你个方便，以后军师也要对我多行方便哦。那是一定。爹娘，这丫头交给你，给我好好整治整治，等活过来再交给我。公子，你这是？嘿嘿，少爷，我想开开荤。要是我爹知道，小心剥了你长腿的皮。走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住在边呢？不说，不说就休想离开。我没有名字，你就叫我龙女吧。龙女。是天上的龙啊，还是海里的龙啊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的家在海的那一边。可是现在我无家可归了。无家可归？没关系。你。正好本公子来陪陪你。啊？好，咁就等我霍公子嚟陪下你啦，啊？别跑啊！你唔使惊我。管你是龙还是凤，反正我把你从海边捡回来，你就是我的了。来来，跑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嗯，跑啊！公子，怎么了？公子，快，快快快，快把他拿下！他是个怪物！啊！拿下他呀！快点！嗯，真
你们俩给我看看，他眼睛是不是放光？水灵儿的眼睛放什么光啊？公子，您是不是欲火太旺，超夸了你啊？放屁！真他妈的怪事儿！姑娘，你再替我调整调整，以后再说。先让他在府里当个丫鬟。王婆，明儿个再陪我上庙北挑一个去。行。走。爹，你回来了。啊、我翻嚟啦。老太太病怎么样啊？哦，佢好翻好多啦。哎，你娘亲呢几日点啊？最近怎么样？啊，几好啊。你回来了。啊、我翻嚟啦。你看我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已经落咗下床了。嗯，坐低坐低。哎，娘亲啊，这气色好多了。好多啊。娘亲，你这几日给你娘调理得不错啊。我喝了几副药膳给配的药，好多了。我还比不上爹。哎哎，娘亲，你每日读经书，你爹有误解。爹问你，咋样才叫大彻大悟？孩儿理解。大彻大悟就是彻底的觉悟，论到不生不灭的真如实相，也就是正经正道，修成正果，达到大菩萨的境界。这话很难吧？孩儿，要有此志向。嗯，好，好啊。妙善，你很有志气，爹高兴。九年前，我们一家得到了佛祖救助，才有今日。你看，佛给了佛书，教我们如何做人；又给了医书，让我们救助大江山的穷苦百姓。佛祖保佑大江山，八年来风调雨顺，年景年年这样好。百姓的日子比以前过得好了。妙善，你能亲眼见到那位仙人，得到金莲，说明你佛缘不浅啊！你每日读经拜佛，潜心修行，不辜负佛祖的一片苦心，这爹就放心了。爹，妙善记住了。好啊，你看你两个。说起话来就没个完。娘，有事儿吗？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了。他爹，你今儿还不赶快进城里？我告诉你的事儿，你总也不记在心上。怎么能不记得？我这不刚回来吗？我明天就去。娘，王城离大香山这么远。你就让爹到城里去干什么？哦，妙善，你娘说一定要给你做一件新衣服过生日，爹也是这个心思。嗨，娘，爹，我不要什么好衣服，你看我穿的不是很好吗？嗯，好什么呀？17岁的大姑娘，整天穿着带补丁的衣服，
让娘的心里不好受。娘啊，给你攒些钱，无论如何也让你穿上像样的衣服。娘，世间的一切事情都在感知而已，吃穿好与坏就在自己如何感觉它了。这身衣服是娘亲手做的，虽然破旧，可是我穿着却很舒服，心里很满足。如果一个人总不满足，总觉得别人的东西比自己的好，即便穿上绫罗绸缎，也会觉得一会儿这个样子好，一会儿觉得那种颜色好，欲望没有止境。再好的衣服也不觉得好。娘，您要给女儿过生日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好好说说话，不比什么都好吗？孩子，这是爹娘的一片心意，这么多年来娘就这么一个心思，总想给点钱给你做件新衣服。你就还了娘的心愿了。娘啊，苗山娘，就听你娘的话了。王成逢初一十五都有庙会，爹也想去开开眼界，你陪爹一起去。爹，你回来了。好，你哥妈长院听来了。好，你看看你啊，擦擦汗都还好。妈妈先，我把水倒满了，就陪爹去了。让你哥挑，等我来，你自己准备好呗。你干那么多活了，你去干你的活，爹我和爹要走了。娘可就全交给你了。妙善这孩子本是帝王血脉，却跟着我们受这种苦。来，什么帝王啊，百姓他们都一样。你没听妙善说吗？受苦自个儿不觉苦，苦也无苦，苦亦乐。生在福中，不知福，福也无福，福亦苦。妙善这孩子生来磨难，却以苦为乐，晨钟暮刻，一心拜佛，修行悟道，将来一定有出息，说不定能成大事。一个女孩子家能成什么大事啊？只求佛祖保佑她平平安安就行了。我给你儿买块布啊，好，您给拿这块布，哎，呢度系嘛，呢个好咧，呢个布真系几好，好，买青菜啦，过来，过来，瞧瞧，哎，你别过来，那边看看，干啥呀？别找我啊，别走，多谢，多谢。妙善，你咁大个女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，买青菜真的跟着爹受苦了。爹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快要被封了呀！来来，整了，快点！哎，好啊，好，来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官府人又出来了？哦，危害四方，四方不宁啊！老娘儿为你快躲躲吧。我们为什么要躲呀？我们又不认识他们，
也没招惹他们。哎呀，姑娘，无所不知啊，这祸福，哎，我也说不清，你们还是躲躲吧。啊，好好，咱们快走。好了，好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让本公子瞧瞧。瞧瞧啊，瞧瞧。你们怎么能这样无礼？无礼？我霍公子就是礼，就是。来了，给我带走。走。不许你们偷我女儿。呀吼！我现在走就要动，快带走！大家走，走走走！这位公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怎么可以强抢民女跟你走？凡人做事要光明正大，你不怕遭上孽债吗？啊！个嘴仔都几识讲嘢喎，本少爷无暇与你谈天，先给我。带回范府里头去搞！不许动！饶不死你！六神！你是什么人？敢管老子的闲事？本姑娘关灵，就是看惯你这号恶人了，偏要管一管。你快走！长得真不错。看来本少爷今天艳福不浅呐！哼，给我拿下！哥，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快走吧，快走！我是霍丞相之子，快把那两个贼人给我拿下！是。快走！别动！站住！快走！丞相之子又怎样？我关某一向任理不任人。给我拿下！怎么样？没事。告诉你贼子禽兽，这三针就算初次见面留给你的纪念，下次再作恶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哥，咱们走。走。好像有人叫人家我啊，哎，好啊，早闻你郎中和妙善姑娘吃素，没敢放荤腥。二位兄弟是不是加紧荤菜啊？不用了，吃点素的挺好的。不，殿下，只管切些肉来，我和小女习惯素食，不能让二位救命恩人跟着受委屈啊。好嘞，牛肉一盘，哎。怎么样，城里庙会热闹吧？哎，快别提那庙会的事了。那霍家古少仗势欺人，今天妙善遇上麻烦，险些出了事。怎么回事？算了，不愿再提此事。多亏有张家二位兄弟相救，还有两位不相识的大侠，才算逃脱此难。怪我们俩呀，还真不行。多亏那两位大侠。是呀，爹，
这世上还有这等无法无天的人，怪不得佛祖说现今世事人心险恶。不知那两位大侠现在怎么样了？来，请请请。哎，快点，他们来了。哎呦，两位英雄，哎呀，两位恩人，想不到再次相遇，今日多亏英雄相救，出手相助，真不知如何感谢。请请请，何必相谢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是我们武林之人做人之本。大伯，您就不要客气了。感恩二位尊姓大名啊。本人姓关，林清风，这是小妹关林。原来你们俩是两兄妹啊。英雄，两位英雄不知来自何方，准备去往何处？本人和小妹从山东同来，走江湖卖艺，四海流浪，哪里有去处？看英雄无功过人，难道不能找一个好差事做？有这身武艺，靠卖艺糊口，未免太可惜了。而且免不了受一些刁民和恶霸的气。我本来就在州府度当差，因看惯州府的朝官豪赌欺压百姓，语气势为民，谁知那狗官反而话我反叛，深更半夜派兵抓人来捉我。我与小妹逃脱，可家人却惨遭毒手，一怒之下，我宰了那州府，从此成了官府通缉的要犯。我兄妹只好远走他乡，靠卖艺度日。莫非您就是十年前杀济州府、除暴安良的蓬莱大侠？没错，正是在下。哎呀，那州官的弟弟希望县官居军事是霍丞相的红人。你们二位都在京都卖艺，可要小心呐。言之有理，今天又打了霍家府上，此地更是不可久留。只是没有想好去处。英雄您如不嫌弃，请到大江山寒舍再住。为朝廷命犯，怎好打扰别人？像那贪官污吏横行霸道，杀人放火，却逍遥法外，而我关某却能立足大地。小心你的伤。英雄受伤了，遭那狗少暗算，左手臂被暗器击中，让我看看。等我睇下，唔紧要嘅。关大哥，我爹是郎中。大侠，大侠啊，尹郎中啊，是大香山有名的神医，人称逆天灵，让他治病，保管很快就好。还有这个妙山姑娘，她呀，行医扎针无所不能。大荒村的四岁哑巴，让他连扎三针，你猜怎么着？哇的一声就叫爹妈了。周家坳有个孤老太，患了人面疮，老太婆只剩一口气了，大家都说没法活了。可妙善姑娘几片草药倒烂一壶，老太太三天下地好人一样。你说灵不灵？好神奇呢！妙善姑娘，你有这么高的医术呀？两位大哥过奖了。不过呢，你哥哥的伤，去我们家调治几日，一定会医好的。哥，阿哥啊，那你就去治治吧，伤了骨头，不可小视啊。是恩人啊，别再犹豫了，先养好了伤，再做打算。别叫恩人，您这么大岁数这么客气，我都过意不去。关大哥，不如我们现在就走，怎么样？好吗？别着急，吃饱了再赶路嘛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嘛。慢慢食啊，请。上了这药啊，七日便封口了，要待痊愈还得再养上半日。要咁长时间？大侠不必着急，大香山呐，处处都是宝，打猎、砍柴、种田、采药、风烧炭、采药，到处都可以，处处都可谋生啊！再加上山深林密，官兵一般不到这里来。请大侠你这一身武艺，帮山民练武练武，组织一支护山队。岂不两全其美啊？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我们现在就即刻拜英雄，我们现在就拜大侠为师，拜大侠为师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
丞相嘅公子系咪叫霍天宝啊？真系宝啊！咧，他爹啊，就是那个向太后进谗言嘅家伙。真没想到，他的儿子跟他爹一样混账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迟早都会有报应的。爹，关大哥的伤不要紧吧？哦，我们气伤到骨了，还需要再加几味药解解毒。我知道了，我和影哥这就上山去采。你快看，这有几只蝎子爬进去了。高头中吗？哦，我来，让我来。英柱，哎呦！来，好了，没事的。你真是个采药能手，什么也难不倒你啊！自细跟住阿爹爬山采药，熟能生巧嘛。影哥，那你为什么不学医呢？家里有理学就行了。再说家里的地药能种，治病的药要人采。现在我给爹当帮手，以后我给你当帮手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我刚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时候，真不敢相信，爹娘和你都对我那么好，娘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吃，你呢，从小就保护我，帮助我，爹娘待我真比亲生父母还要亲，能遇上咱们这么好的家，真是我的福分。我一听说你是三公主，还真的吓了我一跳。可过了那一阵儿，我又觉得你还是过去的妙善，怎么也和公主联系不上。我只是不知，大王会不会有一天把你接走？生身父母如果真的要见我，我还是要见的。不是因为他们是国王、王后，而是他们给了我血脉，总要相认。不过，我不会留在王宫，不会离开爹娘，还有你。
且说，学了医，总得给百姓治病啊。快点，老弟。来，张子奎，你穿吧。不，李佳，你穿上了，别着凉了。都系你着啦，还是你穿吧。六神，你刚才说不会得罪天娘，还有我。但你要是嫁人了呢？六神，既然我们不是亲兄妹，能不能？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。对，啊。妙善，妙善，等等，等我啊！妙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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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生我气了，我都怪我不好，我了，我真痛恨我自己。阿哥，勇哥，阿哥，你们不是你不好，是我不可以。求功德圆满，就可以六根清净，一心修成正果，用心积德行善，救苦救难于百姓，已成正果，岂能心猿意马，贪图个人欢愉？阿哥，你为为难我吧。妙善，你一心向佛，感赞同意。只要你心不离开穷苦百姓，哥哥是不会怨你的。英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影哥，走吧，我哋走啦。如果再晚了，阿爹同娘亲要担心噶啦。人生坎坷能几何？成佛，我们呼和扬山六千古，风情画尽万尺河。你身边何地不俗，是一个
世上还是好人多。